件颜色超级美，穿起来胸部超级大。我一样呢没有穿任何的内衣，今天为了要展示给大家。还有它有基本的黑白，还有这个很唯美的有点像豆色的粉色，加上很特别完全大家没买过的绿色蕾丝小可爱。好，这个的杯呢也大概是 1.5 公分，你说会不会掉？我刚刚穿上去其实觉得是不会掉，但是我不会说100%不会掉，但是瓶口的东西以这样来说，以这个程度来说，因为我自己有买，我觉得它掉的幅度真的不是很大。好，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会掉啊，有些人就不习惯穿瓶口的人，这边有小勾勾，你可以自己勾上你的肩带。黑色呢就是一直以来很无聊的蕾丝，但是因为这一款的蕾丝质感真的非常好，所以很推荐。那它后面是这样子后扣式的，后扣式的，所以很方便。那其实妞儿刚套下去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把那个扣子打开的，它因为它的弹度很大，所以我不需要把扣子打开。你洗的时候尽量还是包洗衣袋好不好，它比较不会坏掉。然后呢你看它后面是这样三扣的，然后刚刚我讲了我套下去是完全没有开扣，因为它弹性够大，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开扣。你看粉红色多好看，它不会显黑哦，它很好搭衣服。好，来白色的部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超级超级的好看，然后很白很显白哦，然后它一样就是非常的修身，非常的修身。